切割声在耳边呼啸，谢明峰专注地等着，等着玫瑰石切开的瞬间，就像等牌局揭晓的风险。几乎是一半以上都是用赌的，像我们做十几年来讲，我们都还会经常输。那你想想看，一刀七八万的东西一刀切下去，那当他要打开的时候，那种心情是什么样的？可想而知。美丽的玫瑰石最初都像这样毫不起眼，透出的一点红得独具慧眼，否则就得认赔。我们去年年底买一颗大概90公斤，买了55000块哈，结果就是因为看得很红，结果磨开来就是大概这样。这头呢，到底是只有那样？其他的就是像这样，就完全就是黑色的，没有东西。幸好成功寻到宝的机会也不少。玫瑰石的吸引力在于意境，石头纹路如何取景，巧妙因人而异。你看看，你从这边看，它水这样流。对。那你从这边看，它水是跟着你流过来的。很好玩。最引人入胜之处也在这里。换个角度，或者退后一步，像参禅一样，常有不同领悟。它有时候在为了一取一个景，有时候取到晚上两三点都还在取。哎，你过来了，来来来，跟阿雷打这股鸟不鸟？哎，要买不鸟。哦，所以他刚刚是说我回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只要一起来聊天，跟阿雷打这一股，对吗？对对对。走。每一块其实都可以说上一段故事，谢明峰的乐趣也在此，透过玫瑰石交朋友，分享赏石的哲学。爱种落叶，捡好落叶，打做一股。爱种落叶，捡好落叶，打做一股。